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古代油瓶结的打法，现在在工地上呢又叫做拔桩结啊，非常的牢固结实。下面请看打结方法。我们将一段绳子折双，将折双的部分这样返回，这样形成两个绳套，然后咱们再将中间两条绳子这样交叉，然后将这条绳子啊，这样折过来，大家看啊，然后再将右侧绳套从中间绳沿这样顶过来，这样一拉，一个简单牢固的油瓶结就打好了。大家看啊，这样咱们把它收紧之后，结点牢牢抱死，非常的牢固。相传这个绳结由古代的打油匠所发明，非常的结实牢固，现实生活当中呢也非常的实用，我们可以用它来捆绑一些比较滑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工地上用它作为一种拔桩的绳结啊，非常的实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呢记得关注一下，以免在下回需要使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。